终于在家也能吃上一碗心心念念的甘肃麻辣烫了。这个就是合肥方糖面的甘肃麻辣烫啊。拍下给他们发三盒，这个就是一盒的量，我自己加了一些这个青菜，其他的都是自带的。这个定西的土豆粉软糯口感特别爽滑，它里面就是有胡麻，还有那个二荆条，就是辣椒，还有秦椒的味道，很香的那种。你看你它这个样子啊，这样都吃起来不怎么辣，就是好香。它里面这个菜包就是和咱们平时吃那个自热小火锅呀，还有那种麻辣烫里面那个菜包是一样大小的，有豆豆片、藕片、木耳、笋片啥的。超级香。